呢个时候咧，我哋就为唐妹送上一个生日蛋糕啦，因为嚟十六号就生日啦，生日快乐啊，唐妹！多谢第一个生日蛋糕啊！梗系啦，同你预祝先，因为十六号咧先至系唐妹嘅正日生日，咁啊，听讲你咧就去台湾咧就过你嘅生日，系啊系啊，咁所以咧我哋咧惊咧同你吹唔到蜡烛，同你唱生日歌，所以就预先整个生日蛋糕。我第一次喺一个节目里面收到蛋糕啊，真系咁多年里面，多谢你，我轻轻切一下先，人哋话，但你未吹。唔好切到，唔好切，急得滞，已經未吹，許願又未吹蠟燭，佢手忙腳亂啦，開始。系啦，系啦，佢而家好多嘢讲啊，因为呢个愿望好长啊，唔系讲笑啊，真系。佢许完一半再许另一半，你好贪心。我希望我快啲脱 dry。生日快乐！多谢，我切下先。得得得，好，好开心啊！多谢你哋啊，真系好开心。咁我哋而家开始玩订蛋糕啦，可以啊？唔好，我今日仲要见记者啊，一阵间，多谢你啊。